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是为了什么活着，为了什么去追求，在努力一些什么，希望可以给自己的未来什么样的交代。然后在这边我也想要谢谢科寮的所有的居民，重新让这个活动再一次复苏，然后也要谢谢所有愿意到场参与演出观看演出的朋友们，因为没有你们的话就没有今天这么盛大的现场。然后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年假可以好好享受，可以好好的放松，把那些日常那些痛苦都抛在脑后。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人性先觉创坛之后写的第一首歌，这首歌它叫做 We Want Nothing Change， 希望大家会喜欢。We'll be right back.
来听我们唱歌，谢谢。然后接下来，这几个月还会有很多精彩的活动，可能在各县市都会举办。当然，我们也希望五月底的时候，烂泥发芽可以如期举办呐、啊。对，我们想在烂泥发芽看到大家。对，不要再，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在外面的时候保护自己，也要保护别人。对，我知道有些人喜欢不守法，就是不戴口罩，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得为别人去着想，不是你打了第三剂。就等于你没事啊，所以谢谢大家这么守规矩。大家入场的时候应该都有做十连制的，对。然后呢，我知道因为这边是海边，所以在晚一点的时候应该会转凉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注意保暖，然后多喝水，然后不要晒伤，对。应该很难，我已经觉得开始晒伤了，可以煎蛋，对。那我们演出的时间也快到尾声，那我们还有两首歌要送给大家，那就希望接下来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啊。这首歌超简单，就简单的解释是，Fuck!
去的话，大家可以靠近一点，我们大家拍个大合照吧。他有非常大的精力。